These skies of a different light. Why noise that keeps me up at night? I can't help but think back to you. I wish that I could find a face that I would recognize. I replay the memory of you. It's been hard. You know I wanted to stay. Caught us off guard. But there was no other way. Did you wait? Cause I've been counting the days. And I'm coming up to say I'm coming home.各位早安，现在时间是早上8点，隔一天，那我们刚起床。昨天奇怪，台东的时候都没有睡觉，所以昨天吃原始部落。我昨天吃完的时候，我直接在那边就是整个已经半迷蒙状态，你知道吗？就是已经迷流了。然后从庭载我回来的时候，我已经在车上直接倒地就睡。我到那个背包客栈的时候，我也是直接倒下去就睡了。睡一觉之后起来，精神又很好了。昨天骑应该600多公里吧，然后今天呢，我们要原路回去。然后现在呢，我要走去那个普悠玛一节租车跟他们会合，因为昨天去吃饭的时候，冲提载我去，然后我把车直接停在那边，我把 G 白停在那边，一早起来就走路 ，Go Go。走到一半的时候，突然被一个叫声吸引，这就是牛的声音，好可爱，超可爱的。好，然后我们要继续走 ，Go Go。呦呦，我是鲁特。一早的台东，只要细心观察，就可以发现很多美好的事物。最近跟动物也可以说是很有缘啊。昨天的猴子，今天的牛，在都市可以说是很难有机会可以看到牛的。而昨天我们从半夜12点一路骑到晚上9点，从台中经过深夜休息站，一路往南，看到了特别不一样的台东。骑得越高，看得越远，视野超棒的太平山飞行伞飞行场，超大浪花的南回公路，幽静优雅之外，还有优秀的太原幽谷。今天我们准备一路往西，离开台东，前进屏东。现在时间8点20分，然后我来到普悠玛一节租车，来签橘白了。我们要去4个地方，我们要先去吃早餐，然后再去南田观景台，然后再去枋山车站、废弃车站，然后再去一个瀑布，是吧？吃早餐，对，我们再去南田观景台，对，接着我们会走南回到枋山，对，乡，再往里面骑会有一个中央号子站，是一个无人的车站，对，中央号子站、啊、然后会再回头有一个蛮漂亮的瀑布，叫卡尤峰。卡尤峰，对，走一走。最近枯水期，不知道水量会不会够，拍起来会不会够好看？对，所以我们要到现场才知道。对，近期它最近期因为网络上发布的一些影片，水量都不够，都比较小，但是一直都是持续有水的。那 OK 啦，重点是要有水，因为太大，听说太大的话，那个人站在瀑布下面，人会死掉。这边飞空拍应该蛮漂亮的。对，所以等一下。我们现在要出发了，然后我们在这边呢，我们遇到一位，好不好？我们遇到一位粉丝，感谢你。7点就来了，人家七点就我来，对啊，七点就来了，我来开门他就来了。节目标配不是都卖一小时吗？对啊，其实昨天我们是约7点啊，可是现在8:20我们才要出发。对，所以如果下次你要跟我约的话，有没有？你就说6点。我没有，我就4点。赶4点，我一听就知道是虎烂的，我妈我绝对不会起来。那我们现在要出发了 ，Go。昨天因为真的比较累，所以在晚上抵达背包客栈之后，连澡都没洗就直接睡啦。现在回想起来，我好像也没有前一晚入住的记忆，有点断片的感觉。早上约7点，
不过到了八点，我才到普悠玛，只好秉持着台东的传统文化，迟到的邀请吃早餐。所以今天的第一站，先往台九线出发，准备吃个早餐，跟观众说拜拜。很感谢他今天一早七点就来到门口。今天的行程，我们打算从台东沿着台九线一路从南回公路骑回屏东，途中再去几个景点。不过最主要的目的地是位于屏东四日乡的中央号志站以及卡尤峰瀑布。一早的台东艳阳高照，天空上的云就像是披上去了一样，蓝色与白色相互交织，蓝天配上白云，有一种甜美淡雅的气质。从台东火车站附近出发，我们在骑了大概15分钟之后，来到了这一间马兰自助早餐。我们现在在一个台中的 早餐店，然后它叫金兰，它叫马兰，马兰早餐店，听说开了60年了，然后台东人吃的都是回忆啦。为什么你喜欢吃？它的这个餐点啊，餐点一般般，哦，它价钱的话也是在中等之下，就是偏便宜啦，偏便宜，对，对，最主要吸引我们的地方就是它方便，可以像这样子，我们一夹就走了，还要付钱啦，不是一夹就走，还要付钱啦。你一夹就走的话，你会不会被警察抓走？这里最精华的就是这个，最精华的好不好？最精华的，它的辣酱、酱油加蒜加葱加辣椒。不要看它这样子，它是真的会辣，它才是这里的精华。只要我来必加。对，有一次我来，看到这个桶子是空的，我就走了。早上我就不吃了，不高兴，我不高兴了，专吃这个的、欸。所以如果你有来的话，你要吃这个辣。我刚才夹了荷包蛋，所以我先把荷包蛋吃完之后，我等一下去夹这个，然后再夹辣。早上你脑头还没醒的时候，对，先来吃这个，马上醒，因为这是真的会辣。以我一个会吃辣的人，我等一下来，我蛮想要尝试看看的。而且哦，对，吃完再戴全罩安全帽，保证你受不了那个味道。真的假的？真的。那我更要试试看。你可能要吃4颗果香糖才能盖掉那个味道。刚好我今天蛮臭。以毒攻毒，好，下次早餐的 go go。那这间马兰自助早餐，鲁特觉得食物的价格真的是蛮亲切的啦，料多实在。有打算前往的朋友们，蛮推荐煎饺加辣酱的，一早吃起来整个精神都来了。吃完了早餐，我们准备继续启程。一路上穿越过台东市区，从台九线准备进入南回公路。虽然说昨天才骑着南回公路从屏东的方向过来，今天又要从台东的方向往屏东的方向骑，路骑的是同一条，但是南下与北上看到那种景色是截然不同的感觉。昨天再从大园乡的方向往台东市区，海在我们的右手边，海浪的浪花磅礴气势，汹涌澎湃。而今天从台东市区的方向往大园乡前进，大海与我们隔了一条车道，在我们的左手边，碧蓝如洗，不见白浪滔天，少了昨天的澎湃，眼中看到的反而是一种平静与柔和。隔了一天再次经过这边，鲁特觉得骑了这么多次南回公路，精华段就是从太麻里乡开始，沿途经过金峰乡、大武乡，最后来到达人乡。所以也有人把这边称为南回四乡。而以往经过这边的时候，我的注意力几乎都放在海洋上面。不过在有了昨天太平山飞行伞飞行场的经验之后，深深的感受到眼见不一定为凭，耳听不一定为真。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台东还会有一个这么深山、路途这么陡、风景这么棒、视野这么辽阔的地方。所以在今天骑在南回公路上面，一直在注意右手边的山，发现自己虽然南回公路骑了很多次，不过一次都没有转进去小路逛逛，也期待下次再来到台东的时候，可以去更多那些没什么人去的地方。穿过南回公路，一路上依山傍海，最后来到了南回四乡中的最后一乡，也就是台东的最南端。从台九线接到了台26线，这一条台26线又称嘉尔公路，与之前鲁特去的旭海那条台26线就是一样的路啦。不过很特别的是，到了东部的海岸之后，有两个路段还没有修筑，所以全线被截成了三段路，分别是从达人乡南田连接到阿朗伊古道的台26线，上次去看海的台26线旭海，最后是从四日乡到满洲附近的台26线。我们刚骑完南回公路，然后现在回到达人乡了。就是刚出，如果你是从屏东要往台东的话，刚出南回改，
就是达人乡，好不好？然后我们刚才转进的这条是台二十六线，这是我第一次骑的台二十六线。台二十六线中间有断掉嘛？对，它有断掉。它这个路啊，感觉就是很新诶。有重铺过了。对，应该是重铺过的。也不是这样子。哦，之前来的时候也不是这样。对对对，走的应该就是屏东那一段。屏东那一段的台二十六线啊，这边这里又是往阿朗伊古道的。对，阿朗伊古道，看很多人也会去骑阿朗伊走啦，走阿朗，因为它不能骑啊。对啊，它就走在海线上面。阿朗伊古道也蛮不错，就是难度不会很高，就是也是可以去散步路线。对对对。对，没关系，我们留点遗憾，下次再去散步。这次不行，这个老橘白之前有来过了，然后现在换我来，没关系，我们再去一次。这一条啊，我们等一下上去的是一个叫景观台，然后这边它是一个自行车道啦，其实，可是没关系，机车也是可以骑上去的。Go go！ 达人乡人文景观自行车道又称森永产业道路，全长大约5公里，起点始于达人乡的森永村，终点位于南田村。路幅比起鲁特之前骑过的产业道路都还要大条，所以对我来说基本上是没有任何压力的啦。汽车、速可达也都上了去，全线由水泥铺状的路面组成。而今天我们骑的这段路跟之前老橘白来的方向不一样，这次我们是从南田村往森永村的方向前进，算是从终点往起点骑啊，最后接到旧南回公路。而沿途可以停留的点，南田人文景观台、丰溪口、飞行伞步道入口，没错，又是飞行伞。不过今天碍于时间的压力，没有往上走。一路上天空一样蓝，路径上两旁的树木非常的茂密，时不时可以透过树枝看见太平洋，骑乘起来有如穿越过绿色隧道，沐浴在山海之间。快的往上骑不到5分钟的时间，我们也来到了南田人文观景台。南田人文景观台对于住在台湾西部的朋友来说，到台东旅游最方便的路线就是走南回公路。而南田人文景观台距离旧南回以及南回改也算是非常的近啊，也不会绕太多的路。在这边不但坐拥海景第一排，还可以看见绵延的海岸线无止境的延伸。来到视野这么棒的地方，当然要先飞一个空拍机。看看这个阵容，这个人现在要飞空拍机了。对，我要飞。你的云太躁。现在我们来，你看他这样，光是这样他就会转。我们要来记录一下他失事的过程。可以啦，稳稳的啦。对啊。不过当天的风真的超大的，心里其实一直很犹豫，到底要不要飞。因为怕一起飞就炸机了，炸机就是整台空拍机坠地然后砸烂啦，所以就先起飞让小灰悬停一下，看他能不能撑住。再悬停了一下，很可惜的风真的太大了，连飞都还没有飞出去，整台就已经在那边母鸡抖了，只好留点遗憾下次再来飞了。这件事告诉我们，人还是不要太铁齿啊，等一下如果真的飞出去的话应该就是回不来了，然后我的小灰就这样 GG 了，他还飞几次而已然后就不见了，所以我不愿意冒这个风险，所以我还是不要飞好了，然后我们这边休息一下。 Go go！ 虽然很可惜没能用空拍机记录这边的美丽，不过我相信以南田人文景观台这边交通的方便性，上来不用20分钟，随时要来都可以来，加上这边的景色也是属于那种视野很好，展望一级棒，所以就算这次没飞到其实也不会太遗憾啦，下一次再过来就好了。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也准备继续启程了。接下来路线我们打算把整条森永产业道路完整的骑完，从地图上来看，在骑完之后我们会接到旧南回公路，从南田到森永也代表着我们即将离海越来越远，随着越进入山林之中，树林绿的就像翡翠一样，山谷中就像铺着一撮一撮绿绿的天鹅绒，看起来非常的舒服。最后再骑了10分钟，来到了台九雾线，左转接到了旧南回公路。从今年的5月开始，南回公路正式开放大型重机通行。这边也很感谢那一些持续为骑士们争取路权的前辈们啊，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的高级南回公路。虽然鲁特到台东的这一天，南回改还处于试办的阶段，但因为从森友产业道路出来之后会接到旧南回，所以今天就打算直接走旧南回到丰港。而旧南回目前的人车因为南回改的通车已经变得很少了啦，
一路上几乎一台车都没有遇到。其实不要说人车变得很少了，因为就连鲁特这一次骑到这边，也只是我第四次经过而已。第一次骑小橘白环岛，三轮车环岛，续海，再加上这一次，虽然好像很常去台东，但是却对旧南回这边的环境越来越不熟悉。而这一次再度骑在这边，那种感觉就像是骑在一条被遗忘的公路上，路很大条，天气很好。鲁特觉得，如果当我们要准备前往一个地方的时候，可以偶尔选择走不同的路线。很快的，我们来到了寿卡派出所，这边也是旧南回公路的最高点，台东与屏东的交界处。过了这边，也就代表着我们离开了台东，进入了屏东，来到了狮子乡。对于屏东，其实我的印象不外乎就是几个简单的字词而已啦。平和公路、续海、垦丁、鹅銮鼻灯塔、台湾极南点，还有我最爱的其中一个地方雾台，与台东的行政区域类似，是属于狭长型的。以昨天骑下来的盐山公路，沿途经过了乡镇，从北到南，三地门雾台马家太武来义春日方山狮子，再往南则是牡丹车城满洲，最后到垦丁。而一直以来，只要骑车到了屏东，鲁特算是都只有骑到大条的路啦，台一线。台二十四线、台二十六线、盐山公路，巴拉巴拉的，基本上就刚刚上面念的那四条有骑到而已，很少会钻进去小路里面乱窜。不过这一次我们要干一件特别不一样的事情，我们打算深入屏东，进入狮子乡，来一场实路之旅。离开了南回公路，接回平和公路，左手边的海蓝的一样彻底。从南田人文观景台开始骑，到出南回公路的时间大概骑了40分钟，我们也到海豚湾的 7 停下来休息一下，顺便买个吃的喝的。有了上次东平轮山的经验，接下来去的每一个景点还是身上带一点吃的会比较 OK 啊，不然到了景点之后真的都超空虚的。在这边没有停留太久，时间来到了接近12点，接下来从这边开始就是鲁特没有去过的地方了。他路不熟，加上晚一点还要回台中，时间会拖得比较长，所以在买完东西上个厕所之后就接着出发了。接下来路线沿着平和公路经过方山溪，到了平147-1乡道之后右转，而平147-1的路口位于屏东县方山乡户政事务所的附近，路真的算蛮小条的。平常骑在平和公路上面，基本上如果没有要深入特定的地点，应该是会蛮难注意到这条乡道的存在。一转进平147-1，路面马上从柏油路转变成水泥铺装路面，第一印象就给了我一种准备要进入例行产业道路的 feel。 今天我们造访的狮子乡，地质上属于中央山脉的一部分，并没有那一种中横山势的险峻及磅礴，也没有北横那一种迷津小径的感觉，更没有南横山景的壮阔，反而有着一望无际的视野。不过也不要因为眼睛所见就以为这边的地势是很平坦的，在这边其实多山少平地，地势算是蛮险峻的。乡境内有丰港溪以及方山溪的流经，而狮子这个地名的由来，则是据说狮子村里面有一颗巨大岩石，形状长得很像狮子头，后来随着改名，这边也就定名为狮子乡。今天我们主要的路线从147-1乡道沿着方山溪东行，一路往上游前进，所以也有人把这条路称作是方山林道。方山林道就是平147-1乡道啦，与平和公路相接，全长大概14公里。在这边路况与风景，我觉得其实没有太多的变化，都让我感到一样的山清水秀，江山如画。而如果我真的硬要分的话，路况与风景，鲁特觉得大概可以分成四个阶段：柏油路、土路、西瓜田河床、寮 K。进入平147-1乡道之后，第一阶段就是刚进入的柏油路，穿越过一片芒果园，远方的山郁郁葱葱，接着路况开始斑驳，路幅也逐渐缩小，
往左边望去，可以看见盘踞在山间的南回铁道。放眼望去，凭147之一乡道会逐渐消失在蓝天与绿谷的交界。在这段路的一开始，可以说是感受到了狮子乡的那一种繁荣与生生不息。继续往前，曲径通幽，突然出现在我们右手边的方山溪以及冲积山平原。方山溪源于中央山脉的末端，因为雨季还没来临，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只有涓涓细流。左边峻峭耸立的山壁，还有碎石崩塌的痕迹，可能是因为前一天的地震，所以有些落石那个痕迹看起来还蛮新的。经过方山溪桥，这座桥算是一座可以明确分别路况的地标啦。在经过这座桥之后，我们也会来到了卡尤峰瀑布的入口，路况也会变得越来越有趣。不过人都千里迢迢从台中过来了，所以就打算先去中央号志站，回程的时候再前往卡尤峰瀑布。继续顺着凭147之一乡道，我们继续往中央号志站前进。继续往前，接着映入眼帘的就是一整片占据河床的西瓜田。可能是因为种植的水果，从这段路开始可以远远的看到有猴群的出没。最近跟猴子算是特别的有缘，在昨天的太原幽谷看到了住在台东的猴子，今天在方山西瓜田看到了屏东的猴子。这边猴子与太原幽谷的猴子不一样，这边猴子算是还蛮怕人的，远远看到我们来就跑走了。但是如果各位要前往的话，还是要注意四周的路况。伴随着西瓜田，我们也开始进入了这个路段的第二个阶段，土路。虽然说是土路啦，不过严格说起来，一开始就只是有着破碎柏油路的土路而已，没有太多的碎石。左边的地貌也从原本小规模碎石崩塌的山壁，进化成了崩壁的规模，高度应该有五层楼高的山壁。左边现场看起来算是有点震撼的，加上昨天地震，骑在这边还是会有点怕有落石。但是这一路上从平和公路转进来，沿路的风景真的很美。虽然沿途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但还是让我有一种宁静、时间静止的感觉。在这段路上，狮子乡的繁荣与生生不息逐渐消失，反而因为沿途臂力千仞的胆魄，展现出了它的英勇和力量。跟很多南部的路段一样，这条方山林道原本是整条完好的，在经过88风灾之后，路基被冲掉了，导致河床的一部分成为了道路。所以在骑了大概20分钟之后，我们也准备下切到河床。从凭147之一乡道进入，大概在骑了不到20分钟，就会来到了这一块方山溪谷的河床。沿途开垦成整片的西瓜田，视野辽阔，一路往山中延伸，算是还蛮壮观的。山谷也因为我们的距离，从远到近，从小变大，再从近到远，从大变小，算是临场感十足啦。而当我们看到这一片西瓜甜不甜的同时，也代表着我们离管制站不远了。没错，这边是有管制站的。方山林道这边，汽车、重机、速克达、鲁特觉得一定都是上得来的啦。目前在进入方野车站以及中央号志站前，有个管制站，需要在这边登记，一台车需要一个姓名、电话、地址。所以如果你有来到这边，记得要在管制站登记，登记之后才可以继续前进。我们刚才走一段河床啦，然后据这边的工作人员他的说法，就是说因为上面那条林道，然后它有一小段路瘫掉了，所以就变成说走河床过来。然后现在呢，如果你要来的话，这边一定要登记好不好？它因为它算是一个林道，它这边还会提醒你。就其实也没登记什么，就姓名、电话，然后车牌。哇，这个也可以进来，超强。所以可以说是，我觉得应该是不会太难吧，应该是不会
到太难，速克达一定可以。速克达一定可以。对，速克达一定可以。重量比较轻的车一定可以。对对对，然后底盘好像也不用太高。可是我看这个有点累。好，然后等一下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我换一个电池，我们等一下要上去了，等一下要走这条路，这条吧，对不对？对，对，我们要走这条路，先去中央号志站。台铁他们后来废站之后，本来就是一个，现在已经变成一个无人站，上面有一个房野车站，现在已经是无人站。现在好像之前一阵子还有车可以停，现在好像是已经没有车会停了，就是没有火车会停的嘛。就是、电气化之后，好像一天只剩下两班车会停而已了。那等一下过去的号志站是不会有乘客上下车，它是台铁交控的一个控制站而已。Go go。那个中央山脉纵走，哎，中央山脉一日的吗？还是晚上出发的吧？哦，那就是一日的那一步。你们好像是从恒春，对对对，济南点开始。对对对 对, 对。然后你们走那个，我们屏东这方面都是走盐山公路嘛？有走盐山公路。对对，盐山公路。对对对。对，那这样看到。哇，真的有看哎！你粉丝好像也几十几百万吧？没有那么多了，没有那么多，我也希望那么多了。哦，谢谢谢谢谢。有看过有看过。好，谢谢谢谢，拜拜拜拜拜拜。网络的力量真的很大啊，在方山林道管制站遇到大哥，竟然也看过鲁特的影片，还说他也要去纵走，当下听到真的算是蛮感动的啦。而刚刚从管制站的路分成了两条，一条是会通往方野车站，而另外一条则是会通往中央号志站。我们今天的目的地打算先去中央号志站以及卡尤峰瀑布，所以方野车站就等等看时间够不够再决定要不要去。登记完之后，就继续往前出发了。鲁特觉得从管制站开始的景色就会变得越来越不一样，山壁上的植物茂密了起来，山中的绿树也增加了不少。越进入山林，感受周遭环境的变化，让身体融入大自然，心灵也随着远离尘嚣。这时候会感觉到，只有自己是最真实的。静静地沉浸在周围简单又自然的幸福，除了是一种享受，更感受到了那一份清零。在这段路，鲁特一直觉得旁边的风景真的很像是例行产业道路上快到华冈附近，又或者是合欢溪林道的峭壁奇峰。骑了15分钟，我们终于来到了通往中央号志站的最后一个岔路口。从这边往左是通往中央号志站的路，不过因为方山林道往右还可以更深入，虽然我也不知道会通到哪里就是了啦。在和重庭讨论一番之后，打算再次穿越河床往更深处探险。下到了河床，第一个迎接我们的就是一条长长的溪床，看得出来有很多车辙的痕迹，不过因为没有降雨，所以溪床上是完全干涸，没有溪水的。一路上其实会遇到4-5次很明显要撩 K 的地形，心里也算是满心期待啊，希望有水可以让橘白洗澡。不过因为都没有水，所以在经过这边的时候还是有一点小小的失望的。在这边无数的美景会突然出现在我们眼前，一下是左边壮观的崩壁，一下是原本的方山溪因为没有活水的注入剩下来的水池。封闭离我们的距离一个会比一个近，最后方山林道还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惊喜，就是原本干涸的河床突然出现满满的溪水。原本一直很想帮橘白洗澡，在看到真的有溪可以撩的时候，反而小小缩了一下，感觉很深欸。这边吧，那边吧。哦，那边应该可以。那边看起来比较浅。那边啊，对，那边，对，这边很深，是不是？我操！确认了一下路况，在这边把电池和记忆卡换了一番。记忆很深刻的是，听着这个流水声，也真的是很疗愈的。就好像此时此刻的我们，正在与大自然对话，而大自然也正在对亲近自然的人招手。确认一切都 OK 了之后，骑着橘白过溪床，一定是必须的啦。
开始只敢找一块最最最最最最浅的地方过，通常寮 K 还有越野就是这样啦。第一次你会非常的保守，但是在当你第一次过了之后，接下来你的胆子就会越来越大了，丝毫完全没有犹豫就会过去了。我们遇到了一位大哥，提醒我们前方因为有工程，鲁特也忘记了是工程还是有伐木作业了啦。印象中这位大哥跟我们说前方有点危险，劝我们不要再往下走了。所以这一次的方山林道探险，我们就打算到这边就准备掉头回去中央号志站了。而方山林道这一条长约14公里的林道，虽然这次来没有骑到终点，但是沿途的景色清幽，风景美丽，很有那种悠哉的感觉。不过鲁特觉得有几点还是必须要注意的。第一个就是在这边手机是不会有讯号的，当下我也没有注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没有讯号的啦，但是把车停好之后再飞空拍机发现收不到讯号，所以尽量还是避免一个人单独前往。第二点，因为这次前往的时间点刚好是在枯水期，所以整路算是还蛮好骑的。不过如果在雨季过后还是尽可能避免前往啦，因为在雨季过后我也不知道这边会变成什么样子。第三点，千千万万要注意安全。像是大哥好心的提醒我们，也不要铁齿硬要骑进去危险的地方。路一直都在，骑得久骑得远才是赢家。好啦，骑完了方山林道，接下来我们准备沿着原路回头，再次浏览了方山林道的美，撩了方山林道的 K。很快的我们也来到了中央号志站。而在这边也很幸运的看到火车从橘白的面前经过。我们现在在中央号志站，我们刚才是从平和公路的一条小路进来的，然后我觉得一路上过来的路啊，进来我们会先从柏油路，然后就是普通的乡道，然后变成再走河床。对，然后原因是因为原本的那条路有一小段塌了，坍方。对，坍方了，所以就变成说要改走河床。可是我觉得走河床风景更漂亮，走河床比较能看到整个山谷的全貌。对对对对，就是那个山谷从大变小，又从小变大，然后从远到近，又从近到远，我觉得超漂亮的，超赞。路况我觉得还蛮 OK 的啦，对我们这种有兴趣的样应该蛮 OK 的。对啦， OK 啦，石块有比较大一点。刚才有哈雷，刚我们遇到一台哈雷，爬逃回去了。对，所以他们爬逃回去了。对，所以你来的话，尽量骑高一点，比我一定可以，好不好？然后进站的话，我就不确定。影片播出来之后，应该还是会有，应该还是会有很多人骑进站，就是隔一天什么之类的。我真的觉得你们超屌，就是什么隔一天就直接来，然后就是传那个脸书给我，超强。走完西床之后，会到一个管制站，那边需要留你的姓名电话。登记完之后就没有水泥铺装路了。全部都是碎石路面，然后我觉得过来的景色很像例行，我觉得很像例行的那些大崩壁，所以我骑在那边大崩壁真的蛮崩的、哦。对他们那边那个落石，路上的落石还蛮多，所以如果你要来的话要小心一点、啊。有一些落石看起来都很新鲜，旁边有一块东西是摊下来的，然后超级 fresh， 应该是地震震下来的，因为前天刚地震嘛。对，再过来的话，因为我们有往上走，走到一个伐木场就被说太危险，你不要进去了。应该他们都会劝导离开了。对，所以如果你有来的话，如果有人跟你讲说里面很危险什么，就不要再。进去就不要再进去了，好不好？你不要增添别人的麻烦，不要为难人家，因为他们也是工作的人而已。他会拦你，可能有一个原因，因为里面没有讯号。最好是结伴来啊，一个人来真的有点危险。对，一个人来有点危险。这里气候本来就已经不太稳定了，风很大，风超大。如果雨会来，随时都会来。附近还有溪床，所以下雨的话，可能那个要撩 K 的话，可能会GG哦。我们枯水期来，水就已经撩成这样子了。如果是有下雨，有下雨的话，应该很大，水会更大。后面水量是有点多。下次换起阿福来。下次你跟哈哥可以载车来这里，跟老橘白、啊。老橘白他超想你的、欸。我们四轮仔可以相聚一下吧，我们四轮仔认识一下。干妈四轮仔走开！你、欸、看，昨天你在我车上睡到那边去、啊，我叫你叫不起来。哦，对对对，没有，因为我昨天我太累了。哎、欸，我29个小时没睡觉、欸，哎，是也没错啦。我人生第一次这样、欸，哎，托我们这些四轮仔的福。对，哎、欸，我为了要来看台东帮的，牺牲很多、欸，哎，真的。原本说3点出发，想说要睡一下，然后就哎、欸、地震，哎、欸、有落石，啊，不然现在出发好了。好，出发。夸张，就出发了。说出发就出发。啊，说早上到就早上到了。对啊，叫你睡觉、啊、不睡觉，正常人都没有在睡，不是，正常人就是偶尔没有睡觉一天，29个小时，待一下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就要去卡尤峰瀑布。对对 ，Go Go！ 一路上往回骑，我们准备前往今天最后一个点——卡尤峰瀑布。从 Google Map 上来看，
卡尤峰瀑布位于中央号志站，大概不到15公里的距离。可能是因为路况都是土路还有河床，所以需要花费的时间大概是40分钟。从平147之一乡道右转之后，接到了一条无名路。原本路旁的河床也从方山溪转变成了阿斯文溪，沿途都是水泥铺装的路面。而整段路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在右手边的一个山头，应该是外狮头山北峰啦。随着光线的变化，很明显的矗立在那边。从平147之一乡道骑了大概15分钟，我们来到了卡尤峰瀑布的停车场。接下来需要步行大概20分钟。最近真的跟动物非常的有缘啊，昨天的猴子，今天早上的水牛，加上现在在这边遇到的喵喵喵喵喵喵，没想到我竟然沦落到了走路这一关呢。对啊，骑完车走路 OK 的啦，一个人各背10公斤的包包，超过10公斤了。在经过了不知道多久之后呢，现在时间来到了快3:50了。然后因为他这边啊，如果你有来的话，你要注意，因为他这边是1、2、3、4、5、6日嘛，然后他1跟4是休远，对，1跟4是休远，所以礼拜一和礼拜四不要来。然后其他天呢，如果你来的话，要记得8点到4点开放入园。就是你4点前一定要进去啊，不然你就没办法进去了。Go go！ 从停车场走到卡尤峰瀑布，大概还有长度约500公尺的步道。这也算是鲁特第二次在骑完车之后健行，算是一月之前没有走完健行怀古步道之耻。最后在走了大概20分钟之后，我们终于来到了卡尤峰瀑布，还蛮壮观的其实。然后最后一段路，这段路啊，要走的时候要小心，因为它石头都是岔出来的，这段路有点难走。然后呢？那我们就到了。卡尤峰瀑布有许多种名称，大门坑瀑布、内狮瀑布、阿尤峰瀑布、狮子乡的彩虹。台湾族也把这边称作是抓里丢，我也不知道这样发音是不是对的啦，就是有着悬崖的意思。原本要前往这边的路况是崎岖难行的，近年在乡公所接连整修连接道路以及步道下，现在一般的汽车也可以轻易到达瀑布的停车场。而前往瀑布的步道上，可以把阿斯文溪谷以及两侧山峦封闭景观尽收眼底。而这个瀑布是方山溪的上游，阿斯文溪的源头，高度落差约为40公尺，将近15层楼高。在风水期的时候，幅宽超过10公尺。而这次鲁特来的时间点，正好是在枯水期。但是即使在枯水期，这边也是有着充沛的水量供给沿岸灌溉。所以也有人把这个瀑布形容为屏南最壮丽的瀑布，甚至是芳寮以南最大瀑布。那鲁特觉得可能是因为高度的关系，从上面流下来的水量虽然不多，但是在旁边还是会有卷起来的水汽。枯水期来到现场还是算很震撼的，画面中拍起来永远不及现场的那种感觉。而从上往下的流水有着对悬崖的毫无畏惧，唱出气势磅礴的生命之歌。好，现在时间来到了5点10分，5点20分了吧。然后我们这边刚才飞了空拍机，然后等一下要准备回台中了。瀑布真的超漂亮的啊，我觉得骑车上来是 OK， 可是把车停在停车场之后走的那段路真的会有点累，背了一大堆。对，因为我们骑车的一定会背很多东西，我们这两包，对，这两包加起来10几公斤，对，我们两个就这样15、20公斤都超过啊！我走到真的是怀疑人生，我到底在干嘛？怀疑人生啊！他怀疑人生了。下次我就不会再这样子。下次可能不会这样走了。下次不这样子，不这样骑了。对，下次不会再这样骑了。开车来不是很好吗？好了，那我们等一下要准备回去了。Go go！ 以卡尤峰瀑布作为这一趟旅程的终点，我们也准备展开今天的回程，一路从产业道路接回平147之一乡道。稍微被狗追了一下之后，离开了方山林道，回到了金光闪闪的平和公路。在这边伴随着夕阳，我们也准备道别了。哦，现在时间来到6点出了，我们又回到了刚刚金光闪闪的平和公路。现在没有金光闪闪了，现在只有后面那个好不好？小琉球，它现在笼罩在一片彩霞之中，非常漂亮。然后整片海看起来是蓝色的。又要分别了，又要跟我们台东帮分别的时候，他刚才已经激动落泪一波了，好不好？我刚刚那个面罩，我也是这样。对，没有
有，可是我那是真的哭，好不好？我那是真性情、啊。我刚刚真的是进沙，我刚刚进芒果了，进芒果，冲芒果嘞！哇，那你眼睛他妈也很大颗，梗眼包是不是？两天一夜旅程也差不多在这边算结束了。其实原本是真的两天一夜，可是因为中横的关系，所以有点不太像两天一夜，是一天一夜。对我来说比较像一天一夜啦，因为就一直包干期。觉得在这两天去到的景点里面啊，我觉得我比较喜欢那个第一个就飞行场，对，再来我们就去太原幽谷。可是我觉得太原幽谷天气不好的关系，也是啦，因为那边飘着细雨的时候，对，其实也看不出那种海面、啊，对对对对对对对，跟那个桥梁之间的那种。对对对对，就是太原幽谷是差一点，可是没关系，太原幽谷就在台十一线，方便。对，真的很方便。如果你没有很多时间的话，建议你从台十一线进去，然后一下下就可以出来。不要像我们，对，不要像我们一样从头骑到尾，什么事都要搞到最麻烦。我们就是要起爆啊！我们能骑乡道就尽量不骑省道。对啊，什么台九线，对，197线道好不好？没有人在骑台九线的啦。可是真男人都是要从富里骑，直接骑到东横。我想去东河看个猴子，我先去富里，从富里开始吃。对对对，我想要吃东河包子。哦，我先从台中起，骑中横下来到富里之后，再转进台二三东部公路。对，然后可是我骑到东河的时候，我突然不想吃包子，那就再回台中好了、啊。那就走吧。再来就是我们刚才去的那个卡尤峰瀑布，我觉得瀑布超赞，真的值得来。对，那个瀑布真的蛮值得去的。我觉得路程稍有难度，稍有难度，就是没有那么好骑。真的，我刚才被狗追，狗不知道怎么超喜欢追我的、啊。超爱追你的、啊。对啊，超爱追我。你举摆吧，我可能是狗王吧。你狗王。好，反正总而言之，这两天我觉得过得非常的充实，真的就是名副其实的奇爆，好不好？真的是奇爆，真的是奇爆。然后等一下回台中，然后这两天非常感谢你。到底什么时候来台中啦？我就跟你说年底啦。要不要再发？要不要？我本人要发，本人在此不隐。年初的时候发过誓，我觉得。好了，我们就暂时先相信他会来，好不好？年底啊，真的会来啦，年底。非常感谢你，拜拜。走了，走了。好，拜。他又要走回去了，拜拜。好，然后我们也准备要出发了 ，Go Go。要跟今天的夕阳说拜拜了。随着夕阳落下呢，我的这趟旅程也即将结束。Go Go！ 那这一次两天一夜快闪台东屏东之旅，算是鲁特第一次过得这么充实的两天啦。风尘仆仆到台东之后，紧接着深入台东的景点。从昨天看见不一样的台东，到今天方山林道，每次出发前那一种身未动，心已远的感觉，到亲身踏足每一个地方，心随景动。从起点到尽头，快乐与孤独的掺杂，最后旅程尾端，把足迹连成生命线，在不同的风景中磨砺身心，在不同的旅途中享受过程。对我来说，更深的体会就是，即使我们在同一个世界，但是透过旅行，我们每个人发现的却是不一样的世界。Skies of a different light, why noise that keeps me up at night? I can't help but think back to you. I wish that I could find a face that I would recognize. I replay the memory of you. It's been hard, you know I wanted to stay, caught us off guard, but there was no other way. Did you wait? We'll be right back.
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咯，如果看完这部影片喜欢这部影片的话呢，不要忘了在影片下方按赞订阅留言分享哦。我是鲁特，我们下次见咯，拜拜。